怎么你问你呢？我是白醋粉店的市长啦。你怎么问你呢？就说俺娘还没有请你去做，俺发公司的。你也得懂事，俺没同意啦。俺喺动员铁剑，铁石不该脱离。补充哦，姜阿对桥比人嘅安全，再个振作起来。到礼拜一到拜四，俺不头十点，不落嘅日头。